盟特别为今天特赦五周年所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台湾是我的故乡》。台湾是我的故乡，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，我们一起来学这一句好不好？好。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太棒了。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台湾是我的故乡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台客联盟由邓维顺导演所领导的台客联盟呢，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。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大家来分享。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大家来合唱，大家一起唱哦。哎，客家谣，客家吼。你阿叔讲呢，嘿，唐志广唐老师做诶吼。哎，我从台湾出来，故乡真甜哦。台湾嘿，哎，客家的姑娘，从哪里从哪里，阿叔最客家。
们今天的大会，对啊，在我们这个就是开办开办这古董的古装组合，来慢慢的慢慢的来收发啊。恭喜你，我们唱完就好了，唱好哦。呀，健康开心啊，身体健康，来等开开了都行。请你来感恩参会，谢谢谢谢，